我们换这种双面贴标贴啊，我先教大家怎么使用啊。好，你先放个瓶子看一下，瓶子放上，光电感应，上面压下来，出标贴好。好，拿过来看一下，看很完美。好，这个瓶子离地停的，下面刚好是这个位置啊。这个光电叫看屏光电，瓶子放到这里，它看到瓶子了，整台机器在运转。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屏幕里面的内容啊。这个出标保护就是这个出标长度，如果超长了它就报警。然后这个前标速度就是说这边的速度，这边的标头的电机的速度啊。这个过标这边就是这边电机的速度啊。然后延时进屏就是光电看到瓶子的时间。延时间开始进去，对，延时夹屏就是光电看到瓶子多少时间的这个气缸下来，对，它等待位置嘛，就是你按了急停之后，它直接退回原点，然后跑到这个位置来等待。然后速度就是这个输送的速度，这个进屏位置就是说进到这边什么时候开始出标。啊，延时打码这个没有打码就不说，哎，好，前标测试，后标测试，这些反正都简单都一样。